这是你最后一次跟孟婆如期能够渡劫的机会了。扮演有强大神力的司命星君演员王传一本周压轴登场演出，要在关键时刻助钟馗一臂之力。小心！怎么可能？伤你的怎么会是七星剑气？两大男神同台，这画面实在太难得，因为两人从《恶魔在身边》后相隔13年再次合作，也勾起网友当年的追剧回忆。客串的时候是二话不说就答应，而且在今天是非常不清楚自己的里面到底演的状况是什么，但是大概就是知道这是一个有关于神界的故事。对，反正你演就我就相信就已经很好了。没有，你演的话我也是来演司命。一样意思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找你演那个大魔王。大魔王，这样才每集才有啊。逗趣互动显示两人好交情，虽然之前也曾演过神幻类戏剧，但现场拍摄要大手一挥还是有些不习惯。因为传艺间是第一次加入，他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可能就是一开始做的动作是这样，哎，让我看一看大屏幕，入围的有，对，他就原来是一个法术，其实就咻，对，就好了，对，因为导演就说你可以利落一点，所以我就咻，这样就 OK 了。周日神幻旗舰大戏收视屡创新高，蝉联16周收视冠军，剧情进入最精华，王传一惊喜客串演出也让观众超期待，会不会从救世主反转成大反派，引发热烈讨论。三雄总报道。